吧，杜德伟在你心目当中，杜哥，杜哥你好，你好，在你心目当中是什么状态？你要讲一下。哦，他真的是我的，应该说他是我的再世父亲啊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之前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Alex。哦，因为我的哎李先生。李先生，全球呢叫 Alex 大概有18万，而且不是不是，所以他对他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那时候在我的英文名字是因为我的英文老师，非常非常爱杜德威，所以才把我叫Alex 对不起。对。那这么说，你像不像要有三分样啊？他的歌能不能哼两句，我们听听看。Baby don't go, don't go.太做作，做作实诚露馅。你要把整个灵魂都对，真诚一点。你今天他就在你面前，对，好吧，你要唱他的歌，对，他允许就唱，对，好吧，他不 OK。他眨眼睛，我就把他弄走。而且眨眼睛也太容易了。OK， 你可以吗？可以，加油。不是你要问他，问你干嘛？请问一下，嗨，杜老爷。杜老爷是卖冰淇淋的，那个在安和路啦。我的 Alex， yes， 请问一下，我今天可以有这个荣幸唱你的歌吗？当然可以。真的吗？你人太好了，很有诚意，对啊，太强了，太人太多了，我们剪两集了呢。这边是下集了嘛？哈，真的可以。先让他唱吧，唱完不要啊，宝贝。不行，不要这样，不要来到这里了。所以你真的要拼这首吗？钟爱医生，钟爱医生，这个是他经典歌，是很经典的，非常经典，经常不好就很清楚的。钟爱医生，好吧，钟爱医生，好，等一下要讲评了，来李刚林，来。钟爱我一生，带着你的心情来打动我的心，在我琴弦尚未褪色前，请与我见面，带着你坚定的爱情来守住我的心，在我心尚未憔悴之前，请与我见面，用你最深情的眼睛痴情让我清醒，用我最需要的温柔，在我还能附在你的爱，钟爱我一生。Oh my love, my love。在我还能附在你的爱，钟爱我。而且刚才你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和声冲出来，哇，好好听哦！是德伟哥吗？的确是宪哥，你真的和得太棒了，而且你很用力帮他和，也还好，轻松，对我来说，那音高的很舒服，可是腋下都流汗嘞。腋下如何？热，因为最近啊，地球已经燃烧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钢铃唱唱你。
我觉得我可以用这个水银来形容你的嗓子。水银，水银，就是有毒就对了。王水，有毒。水银像它是剧毒哎。就到了呢。水银可以炼金。哦，水银，它是一刚一柔，冲上去的时候，轰，这样就去。哇，谢谢谢谢，哇，好感动。哇，他算是新人呐、啊，出道一点点时间，2005年嘛，五年了，八年了，八年了，也是有那么长时间，八年是蛮长的耶。我吓到外套都开了。有没有什么可以给他建议？而且刚刚看到的是一个抑扬顿挫，从一开始的时候歌词唱错，突然间，没有自信，然后再归位，回到最后。那个变成自己的风格，那个真的很棒，对对对，展示了一个很精彩一个演出。谢谢谢谢，哇，好感动。所以等于说，今天你给他这一个支持，对他艺能界日后是非常重要，是，好吧？谢谢谢谢。那大哥已经给你鼓励了，对，好吧？对啊，如果你从今天开始再不红，就不能再怪我。